今天把热给老公吃，给他个惊喜，老公一定很开心，这样就不会和我抢着吃了。咋的？你藏鸡蛋呢？没有，写的。哎，我都看出来，还说没有呢。行过小周天，因为我这三个小孩呢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看到我奔驰了，你咋不能好赖呢？砸了道的小神仙，推过九宫图，见过李振前，频道我通晓天文地，上下这苦了吧唧的，这可不能怪我了。拜过三清祖，别过了楼上，这辣椒拌米饭好吃吗？小到我走南有窗。修行在天地间，来到贵宝地，天